东京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，中国健儿在各个赛场挥洒汗水。接下来我们将镜头对准篮球赛场，传球，队员稳稳接住了球，带球突破，变向非常漂亮，跳投，他出手了，球会进吗？漂亮，球进了。Round one, ready, go. 第三轮再用力，突破。这比赛动作优雅，选手已经准备好。出界，加油！调整界限，刺，挑，一，漂亮，一击命中。体操项目，中国选手藏龙卧虎，备受瞩目。跳水比赛开始了，毛肚排在第一个，转身入水，腾空高度有些，正好正好，浩儿鱼入水了，上届的奥运银牌得主，漂亮，几乎没有水花。鹅肠，空中翻腾三周半，难度系数3.0，入水难度大，显然他对这一套动作的理解已经炉火纯青。东京奥运会之后，2022年6月26日，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中国成都举办。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都，展开双臂，欢迎你。